个溜滑板很酷吗？嗯。你会不会想要也有一个这个滑板？会吗？会。那我跟你说一件事好不好？我又买了一个板，这个滑板要送给你。还是新的哦，那个膜都还没有撕，上面还有一个孔洞，走，我们拿过去玩。有一个滑板，你是左脚前放上去，要放在这个螺丝钉的这里，对，比较稳。你有看到哪一个很厉害的吗？外国叔叔哦，那外国叔叔太强了，那等一下溜下来的话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。外国叔叔要溜了，感觉超轻松的。他看起来是很轻松哎。